继续开会，接下来我们请黄议员天皇质询，议员请。感谢咱大会，咱的主席康议长哈，以及咱陈市长，咱三位副市长哈，咱市务所有团队哈，各咱议会同仁以及咱关心市政，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哈，大家好哈，我想今仔日。本人这个总质询哈，针对着这个首先针对着中油这个事，事件哈，要来咱的这个市务，咱市长哈，啊跟市务团队啊来做探讨哈。我想看了这个相片哈，咱实是感觉你们人哈，咱你们人足悲哀哈。你们人真痛心啦吼，足无奈、足气愤的吼。中油近来第九次的这个事故吼，像跳车造成这个环保污染。我想林门中油林门厂吼，前厂是咱林门人共同的这个心声。咱希望讲这个林。中油这个柠檬厂有一日会当来迁厂，第五吼，这个声音，希望咱市长、咱市务团队会当听到，吼、哦，会当来甲咱斗三工啦吼、哦。但是伫这个柠檬中油柠檬厂要迁厂的这个进程，我想针对着咱柠檬厂不时来发生跳车。环保公安事件是这个要前进的进程，希望咱市务团队是不是相关管得到中油的，咱来甲做一遍总体检。各局处拢总积极动起来吼，这人们这个中油吼，因这個心态吼非常无理想吼，因咧讲吼。这边的跳车是因为安全系数吼收悬，因设定了真悬，所以吼较会容易跳车，因为敏感。这是真正连篇鬼话了吼。我想，你若安全系数收悬，容易跳车，那么你是从安全系数甲跳低落，好直接爆炸吗？好直接当唔免跳车，当直接发生爆炸吗？所以讲这个鬼话嘛，我想。高压阀控制开度与实际开度哈、哦、落差太大，这明显的是你的失控嘛。这严重的设备疏失，讲什么安全系数调了伤悬，所以敏感度要甲调较低咧。这款的心态根本哈、哦，根本都无咧针对这个问题。这个重点在做探讨，讲一款笑话吼，我想这可以想见吼，中油因这个高官的这个心态吼，根本将咱人民人唔知当作是什么款，人民人这么啊无奈，我想是不是伫这个跳车了后，为着要吼人民的这厂吼。会当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啊，拢总会当来伫前线进程，会当来操作保持这个安全。我想是要请咱这个劳工局吼，针对着因这个设备操作的这个问题，咱来积极介入啊，去做调查吼啊，不管是大家来去做检查。第二个局处，我希望讲，咱的消防局嘛要动起来吼，针对着因这个消防设施设备这个部分安全的这个检查，嘛要积极来干这个看吼。然后针对着咱金华市吼，因为中油这个供线到底吼，伊这个原料输送管也好，要输送吼下游的这个供线也好，所有供线是不是一边因啦，爱来做清查，爱来做这个全面的这个调查吼，爱
证这个安全啦、啊、吼。我想咱环保局，我嘛希望讲环保局这个针对着这个环保啊，诶，这个所有的这设施吼、啊，咱做严格啊，这个要求严格甲监控吼、啊。我想讲，佮有相关单位，我是希望讲哦，这个单位吼、啊，咱持有所属的单位，咱总管因的地位，监督因的地位，咱总拢总担起来。啊，然后。咱就希望讲，我具体建议啦吼，希望啊，是毋是这几个局处来组一个专案小组、专案稽查小组吼，针对着中油吼，这个部、这间公司吼，林文秋、艾瑞全面吼、哦，全面来甲做总体检啦。然后、哦，虽然咱进目前啦吼，咱的所有的这个制度调查、检查这制度拢有，但是。我想，中央一再、一而再、再而三发生这种啊，这个环保事件吼，我想有必须要提高层级吼，专门持有做一个啊，这个专案稽查小组吼，啊，然后这个局处由咱三位副市长啊，咱市长来指派三位副市长来成立啊，来带领，伫每一个月或者不定时。什么时间来针对着中油所有的设施设备，来个做全面的这个监控检查？啊无吼，我咧想吼，这个无偌久真正会发生爆炸案，这咱实在是真烦恼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是要来请市长吼啊，针对那是成立这个专案稽查小组，和阿咱来指派一个副市长，啊来组立一个专门针对中油吼、啊、这个立法厂。这个部分哦，安请市长啊，简单说明一下，谢谢。请市长回答。多谢局长啊，多谢黄议员、黄议员，拄则对咱林恒、中油三清啊，咱林恒甲今年为止已经第九遍，吼、哦、啊，底下冒黑烟啊，然后有迄个规个干咧发火吼、哦、啊，我想讲市政府对这吼、个，这么外久。这个经济部新的部长来高雄，啊，高雄市把所有各公营，尤其是中油，伫去年诶，去年咱的石化爆炸案了，好多不但迄、那个中油足侪公安六十几遍，打一工打一工，所有的资料我亲身交予经济部长，我讲也是这款的公安。啊！你要叫高雄人讲，甲恁认同、甲支持，啊，这是无可能。第二，我会感觉讲吼，石化爆炸了后，高雄市的立场足清楚。恁所有的中油爱甲总公司迁来高雄，以高雄一体同命，甲高雄命运共同，你共同来遮承担，你才知影讲安全对阮是偌重要。啊，无你伫台北，你也毋知影阮遮逐工偌济风险承担。啊，即我第二遍搁甲提起。第三，我同意黄议员所讲，咱高雄市劳动检查处，吼、哦、对所有咱即摆现阶段伫高雄的各公营事业、国公营事业，应该作为民间企业的表率，它的公安一定要做得更好。讲如果伊个公安做比民间较歹，啊，我感觉这政府一定要真大个检讨。啊，我们同意我们高雄市的劳动检查处，我们愿意跟中央劳动部一起合作，针对这个公安有一个专案的小组，吼、哦，啊来好确保咱所有高雄市的乡亲生命、财产的安全、劳工的安全。啊，这咱拢是足重视。啊，阮这个部分，我会要求阮的劳工局，啊，甲咱所有劳动部，针对即摆讲所有的国营企业，这么外久台电、哦台电、中油，啊，不管是一直发生这些事件，哦，这个部分我们会要求专案，请中央一定要重视，立即改善安全。嗯，感谢咱陈市长吼，我想啊。第一吼，这个民众对中油实在是真正害头了吼。啊，第一个里长议员吼，讲跟中油建议，因也是吼耳边风了吼。啊，所以
我嘛是讲，请咱市长吼啊出面讲一句话吼，我想啊关心重视这个代志吼，按中油较积极啦吼。伊这罚钱伊也唔惊，你都一边来查，两边个查，那有缺违规有缺失吼，累积到一定的次数，就直接甲停工啦。啊，无这中油多像咧这洪水猛兽同款啊，第一一个毒瘤伫啊。当时要发生什么任何代志，你们人达工生活伫恐慌的环境内底啦吼，市里这个部分吼，啊，请你啊，这个重视一下啦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按第二条吼，针对着这个临门区吼，临门北路的这个道路拓宽吼，我想临门北路吼，伊是咱临门区的这个主要道路之一啦吼。啊，因为这个道路较矮啦吼，啊，而且遐个拢市场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地处早时啊，加这個中昼的时段吼，足接吼，这个交通吼，拢造成一个不便吼。啊，临门区足济道路嘛，已经拢进目前治安区吼啊，这个用心的之下吼，足真济拢在拓宽啦吼。啊，这条是非常重要的这個道路吼。我想啊，当然有底下设置这个单向的这个啊单行道。啊，是为着这个行车啊，奥多巴人员的这个安全啊。但是一条路吼，原地吼，你若甲拓宽出来吼，就唔免设这个啊单行道啊嘛吼，就会当较大条，或较侪车辆人员啊，奥多巴去行嘛吼。所以这个部分吼，这伫临门区吼非常重要的这个道路啦。我想是毋是请咱干部局咱局长吼来做简单的说明这件吼。会有困难未啦？请局长说明。谢谢主席吼，谢谢议员吼。咱这林园北路这个部分吼，讲起来咱个经费相当的大啦。啊，这个经费相当的大，咱以迄个土地含咱地上物的补偿吼，要到7亿块。啊，工程费较3000几万啦，所以整个坦白讲是整个经济效益相当的低啦。而且一进15米跨度的部分，现主是差不多有8米到13米嘛。其实目前的交通是还 OK 啦。以上。好，真济吼，因为就对你若无，你来到现场，你甲看咧知影，迄实在是人甲奥多巴底下少客啦吼。因为主要伊这条是伊临门吼，南北向啦吼，也算南北向的这个这主要交通道路啦吼啊。啊，不过都偏偏边啊，搁是这个市场嘛。啊，所以讲当然有困难啦吼。啊，但是是不是会当分期分年来啊办理吼？这个部分吼，请咱啊局长遐吼做斟酌啦吼。啊，这个经营吼，我认为吼，咱宁波人真济，唔盲讲这条会当来开辟啦吼。另外来，我来问水利局好啦，水利局局长吼，局长。这条你看得出来未？这条是上管的，全责单位你看，这最高安尼啦吼，路安尼。谢谢主席，谢谢黄议员哈。那这条是属于道路侧沟，是属于那个环保局需要做清理的道路侧沟。哦，来请坐哈。啊，这条哈是环保局的哈。啊，这条环保局诶，这个。亲属吼，我想吼，我刚才看到这条，我就讲，这条道路到底这条排水吼是谁的？卖讲一般民众啦，含我做民意代表，我嘛唔知影这条吼是啥物款。较早那有这个乡公所的时阵，迄阵我就知影讲，这条就排水沟，吼，那唔是找公所，啊无就是找这个管路的水利局，咱即个管区也平安吼。啊，阮真是直接是看到的嘛，是讲，这条水沟应该是属水利局，结果水利局，伊个局长讲来讲，这条吼是属侧沟，属环保局啦吼。这啦一般的人吼，事实真正无法度去认定。第四讲吼，我这条排水沟吼，这样太高啦吼。我这个
请五个单位啊，因为我嘛唔知影迄条是对一个单位管的啦吼。请五个单位，农田水利会、水利局、捷运局、大寮区公所、大寮区清洁队，因为伊也是伫捷运局边仔遐嘛吼。啊，所以这去会勘的时阵吼，农田水利会讲，这阮已经吼无灌溉功能啊，属这个水利局啦。水利局讲无呢，这改成唔是阮的呢，切起来吼。好像区公所爱处理呢，区公所讲无这唔是阮区公所的这个全责管理单位，应该是环保局清洁队啦。结果拢总无处理半年啊，知影我要质询，昨是一天就一千号啊。啊，我今麦要讲的意思是讲，像这你和民众和咱民代表唔知影讲这全责归属单位。是啥物人爱去处理这种的工课？结果我就爱邀请五个单位来去看一条水沟，啊，看遐久了后，阁无单位人阁有法度处理。我想这吼，对着这种的这个制度吼，我感觉实在是真头疼吼，因为这五个单位安尼去吼，啊，佮无法度解决一个小小的这个最高的问题哦。迄若较早有工作的时吼，迄个会今仔日随讲明仔载就随清好啊。我即摆讲的意思是讲，像这款的这个业务范围的这个归属吼，我想含咱研课吼，研课会来做探讨啦吼。像这种你若讲制度吼。局处要来改编，啊，要来整编，还是较无可能，因迄种制度，迄个立法通过嘛吼。但是，若是讲针对着这种业务有重叠，啊，业务啊会当吼，来归纳一个局处，安尼来做处理，互阮知影讲，哎，水的就是要找水利局，啊，路的就是要找永工，吼，啊，这个六米以上是要找什么人？六米以下是要找什么人？我讲这目前吼，咱这所有这个局处，我来讲一条路啊吼，一条路，伊就分作六米以下乡公所处理，六米以上这个永工。啊，你若如果是农路吼，又个农业局。啊，若如果吼是迄种迄个农水路要重划过，又个地政局。一条路认定都要有四个单位，啊，那么我是要将四个单位拢总叫来共同会勘，安尼才来认定到底这条上要处理哦。我想这造成人力的这浪费以外吼，我想是不是会当来吼将这个问题来做伙解决？就是讲以后路六米以下归乡公所，或归区公所，啊，六米以上归永工，哦，这足清楚。但是水沟的部分，吼、哦，水是拢总要找区公所，还是拢总要找水利局？安尼来权责划分吼、哦，我讲啊，你即从遐个，吼、哦、就讲比较个农业局啊，甲这个水利局遐有在负责遮个这工课人，你拢甲编落嘛，和所谓和比较讲这个业务要以后要过哦区公所，啊，你遮个人员就全部拢过区公所嘛。以后这些人员是要让水利局啊，遐人员、区公所遐人员拢总全部归纳伫这个水利局，因为这无冲突啦吼，含伊的这个这个职务应该是无冲突啦，平平拢负责迄种的这个业务的嘛。啊，所以我咧感觉讲，像这吼，这唔是干那一件啦，这迄头个大料啊，这是联盟啦吼。因为这件我去会勘的时阵吼，伊这水沟做伫路中央啦。啊，做伫路中，咱就请水利会，或者水利局甲咱这个甲这个永工处去。水利局讲，这不是阮的，哦，阮无咧负责这個。这可能吼、哦，当这是开路的时阵，哦，应该是爱找新工。我讲啊，这卡去找新工，路都做好啊，卡去找新工。即摆永工讲，这吼爱找永工所，找区公所，因为这个。米数应该是六米以下，啊，我讲啊，到尾啊问题嘛是无解决，啊，所以我是讲会当来请咱研究吼这边来研究看卖啊，将这个所有吼、哦、啊这个业务
诶，这个啊范围吼，要安怎去归纳会当吼，甲做一个统一，互安互人知影，互阮知影以后吼，路就是路，要找一个对一个单位，最高要找一个对一个单位，吼啊排水是要找对一个单位，吼这种安尼是毋是会比较会较清楚啊？互民众袂容易认得，啊嘛互民众吼感觉吼较方便。咱市委效率嘛会较好，纯粹去看，结果无解决啦，啊，得阁起来议会再讲，啊，到底问题到尾啊会解决未？啊，唔知，所以我想请咱认可咱老主委吼，来这个最简单的说明一下，是不是？谢谢。请主委回答。啊，谢谢议长，谢谢议员哈、哦。那市府各单位，它其实权责都有详细的划分，但是。偶然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模糊的地方哈，我们会来研究一下协调，发现问题在哪里哈，那是不是将来做更好的一个分工？哎，哦，真是哈，这我感觉这个问题哦，一定要处理。我来讲诶，你只有咱大家做个辛苦，啊，看一条路，遐侪单位处理，啊，结果搁互民众讲，啊，你没有效率，因为代志无解决，哦。所有单位拢足小心、足谨慎，迄是阮的，迄毋是阮的。所以我是讲，要互较简单的，吼啊较明确，吼、哦、这个部分吼、哦，请咱这个研究咱刘主委吼，是毋是会当吼做一番这个通盘啊，这个检讨吼，啊报个市长吼，啊来做处理啦。无这吼、哦，这是属实劳民伤财啦。遐侪单位去看一条路，结果问题无解决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吼、哦，我是讲。甲咱这个啊，研考吼，来这个部分吼，来做建议啦吼，来按另外吼，中央所属机关吼，不理睬咱高雄市民的生命安全吼。我想这是林门区中门路三巷啦吼，甲下厝路就是沿海路啦吼，林门沿海路，这吼不管直接发生车祸啦吼，啊去会勘吼。有请咱公路局，请咱交通局，啊，请警察局去会勘了个真吼。公路局有讲啊，这个是交通号志会设，但是吼、哦、年半个真吼，拢总无下无落啦吼。啊，这中央单位啦吼，啊，咱唔知要安那个讲，阮高雄市民，因为这的这路段是阮高雄市民吼。啊，拢直接咧，迄个开车啦，骑摩托啊，行路啦。啊，这个路权是恁公路局的啦。啊，甲恁建议，恁也无爱解决，也无爱处理。因当场去会勘的时阵讲好，要设啦。啊，甲真104年1月14日去看的，安尼啊，甲真你我。我感觉是咱高雄市市民啊，这个生命安全无重要吗？公路局是敢当作阮高雄市的市民是啥物？啊，这吼、哦、是大寮区新光高中的校门，这嘛是足直发生车祸的路段啦。嘿，啊，为什么才会发生遐发生这个路段，而这个车祸呢？因为伊这行车动线吼、哦。伊行车动线就是，我咱来看这条吼，伊行车动线为遮来吼，为遮来，较头前较看到讲吼，才有分双车路啦。啊，所以头前这行车动线爱修改。啊，你看这方转杆弄甲剩一支啊，迄看外就发生这个车祸了对个。啊，这个嘛是属于公路局的这个路管，因为全责啦。拄啊，要去会勘尔，迄几工进前吼，伊阁发生一件这个车祸啦，有够接个啦！我甲调咱警察局的这个资料吼，1904年发生17件啦，啊，今年1月到10月发生6件，吼、哦，1月到10月了，即要会勘的了，进前阁发生吼，讲好7件8件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去会勘。因公路局来，有哪有讲啦？这个地点吼、哦，请因高雄干部单吼，按你改善设置的方式，嘛是甲前面2个月啊。啊，
啊嘛是无改善，啊且不是发生车祸，诶，这个重要的路段，啊，得你啊，我要求咱这个市府咱勇敢去，底下伊这个现场才有这个照明吼，诶，迄个路灯，要求这个照明路灯这个部分，咱勇敢随意处理呢？啊，这公路局，你看这实在是，这互咱高雄市的市民，你感觉足无奈啦。我认为讲吼，这高雄局，咱是不是？就等于咱有啥物下面，这个互动的这个机制，也是这个，你敢问看卖到底是啥物款状况下，建议会勘拢无爱做，来迄个局长交通局，请交通局回答。是，谢谢议长，谢谢黄议员的关心嘛吼。拄则黄议员所讲的，咱甲公路总局吼，这个联系咱有。贵来管道哈，平常我们业务上会随时保持联系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讲哈，伫咱每一个月所起付所开的这个道安委员会里面，因老代表哈，我对一挂重要的工程，我拢会甲伊管考。啊，故拄则议员所讲的这两个路段哈，第二个就是讲伫林园区的中门路甲中门三路巷口这个交通号志哈，那么感谢。那个咱林代华立委吼，伫5月12号有主持迄个会刊啦吼，啊嘛要求公路总局伫咧今年的8月底一定爱甲即个号志甲设立吼，啊这部分我两个持续来追踪。啊，第二就是拄则讲到迄个新光高中前面那个防撞杆吼，我们在5月31号也再确认公路总局的同仁吼，因讲防撞杆已经伫5月16号已经设置啊。啊，所以这我也个确认一下吼，看伊是毋是设置了，马上个去有用路人甲破坏，破坏掉。啊，若有需要，我那个要求伊立即来补。你请坐。伊个吼，伊个毋是干那防撞杆爱去修复尔呢？伊个是这个交通动线的问题啊。哦，伊交通动线，伊个头前个交通动线遐做修正，爱修正。啊，无伊即款，伊个迄个交通动线一台车啦，伊正常是爱直直安尼开啦。结果来到遐哦，看到这有分岔路，伊就临时急动，哎，我正手嘛，因为伊爱往这边开嘛。啊，结果来看到动未有啊，后壁车来动的，就是拢安尼发生车祸啦吼。所以唔是防撞杆的问题，另外迄、那个啊交通动线的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一并解决啦吼，一并做修正啦吼。所以这凸显你看公路局这种心态吼，咱会勘吼啊去看。哦，你像头家讲，这个林委员有主持这个案吼，啊，已经伫8月进行要，我去会勘年半，啊，这拢无要处理，啊，这实在是真正，这公路局吼，这种心态吼，非常要不得了吼、哦，我是咧感觉咧，这个啊，这个部分哦，请局长吼，啊，甲咱这个公路局吼、哦，做反应啦吼。哦来，另外吼，就是讲，咱啊，你问咱第八公墓吼，啊，因为啊，这个环保尖兵啊，这个啊，废弃土的这个业者吼，啊，底下倒墩土墩堆底下吼，啊来啊，造成这个土石流，啊来引咱第八公墓内底这个啊坟墓吼，啊拢总有差不多将近啊50万吼，将近还有五十门啦吼，而且咧受到损害啦吼。我想这个问题吼、哦，要去扫墓，找无墓是一堆啦，这实在是情何以堪啦吼。我想啊，有真济墓吼，甚至骨头啥个拢总冲了呀，啊，有真济墓啊拢损害，啊拢损害，这真啊变业者。哦，伊个心态协调啊，无一个较完整的赔偿的这个办法啊，所以咱市政府、咱民政局有介入啊来做协调啦吼、哦。啊，像这做协调，百姓拄着困难，尤其这个公墓阁是伫咱啊市政府这合法的公墓嘛吼、哦，啊咱的民众这个家属种地啊，啊咱市政府、咱民政局会介入这个协调吼。哦即替咱民众来争取啊，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吼啊，我认为这正面啦吼，
但是问题上就是讲，到今目前吼，而且真济，家属代志啊，佫无法度去处理完完啦吼。啊，当然是咱这个民政局有讲，会帮咱厂商嘛，咱出面来讨一个啊公道。我想这民众真恶劣，啊真拍破啊鼓励啦。但是你后你讲，请因家己自行协调，结果因协调袂成，吼、哦，咱是不是咱市政府咱民政局这是不是爱去出面？吼、哦，当然是恁讲答应讲，吼、哦、要来啊代为诉讼，或者是讲代为求偿，吼、哦、这个部分吼、哦，我想啊咱。啊，民政局吼，近目前啦吼，处理的这个情形甲过程啊，到底是怎款？因为年外吼十四个月，甲近拢无看到有啥物任何的这个结论。真济民众甲本色陈情讲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年外还是咱市政府吼，甲近嘛拢总无任何啊的这个啊作为吼，安尼比较上百姓。欲哭无泪，求偿无门呐、啊、吼，是不是请咱啊，这个民政局咱啊局长来这说，跟咱说明一下。请说明。啊，多谢这些啊，多谢咱议员对咱这个林凤姐特别公望这个的关心哦。其实咱一直有在加因这个业者啊，加这个来做这个协调吼，还是伫去年四月的时阵发生的这个代志。啊，伫其中，阮不止帮伊协调，阮阁帮伊办过这个超建的这个法会，说啊办过三遍。啊，协调工课，阮也一定拢有在做吼。啊，目前已经有18座已经完成这个协调的完成，但是部分的完成是因为一寡这个这赔偿的这个金额吼，桥梁未拄好吼，因为家属的部分要求吼，金额可能跟业者认知这个金额吼，有一点啊无啊多吼，这个完全，啊这个、部分我呢阁继续阁跟阁做这个中间的这个协调呢。好了，决定一下这样，我是吼。因为这个协调遐济遍啊，啊过程嘛遐久啊，啊是不是咱公部门吼，咱政府存在就是要替咱百姓解决问题嘛吼，啊所以是不是讲从这个问题，若是我无法度协调，是不是咱会当吼、哦、这个出面代为求偿，或者是代为诉讼，安尼的这个进行，是不是这个、程序进行，安尼是不是代志会较紧解决啦吼？非常时间换非常手段吼，我想啊，无你敢那一直协调啊，厂商一直讲，恁开案管我无碍啊，民众这边确实损失嘞吼，伊、哦、那如果提出真正实际的这个事故吼，安、哦、尼是不是这个部分卖个火云谈只火雷啊？吼、哦，安尼的部分是不是讲咱这个民政局家正式出面会当来吼、哦，是讲代为诉讼啊，代为求偿，因为这咱进前开说明有人讲嘛。吼、哦，问伊个意思，有要阁继续协调无？若无要继续协调，吼、哦，咱即个公部门介入，阮就甲伊代为求偿。安尼厂商较会惊，因厂商会今仔日袂使因为伊造成问题，拄啊等来，互咱政府啊，甲咱百姓伫遮伫纠纷。变作即民众认为讲，啊，咱民政局拢无爱甲恁斗处理啊。哦，变作因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即个部分就是讲，卖吼。吼、哦，民众对咱这个印象，咱大家遐辛苦在处理代志，在解决代志，结果民众个想法，吼、哦，就讲啊，恁要替阮做啥物，代为求偿啊，代为诉讼，结果拢无，结果代志一直伫遐拖，一直伫遐，个咧协调，啊，伊手上人赔啊，啊唔赔就是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加这个行法呢，吼、哦，也是迄个啊求偿的这个程序要安那行，吼、哦，这个甲你去看呐。局长，请回答。啊，多谢主席，多谢议员吼。其实我拢真愿意含这个咱的这个民众吼，加将来若有受伤的话，我也就愿意协助咱民众做受伤啦。啊，即马受伤的部分并是愿意赔，是即马伊民众的部分，伊要求一门30万啦。啊，一门30万，这是一回事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你一门30万以外，你要提出你的证据，啊，你的证据、你的祖先、你的相关的资料加。诶，这、这、这，迄个是相关的资讯，
啊，但是对对民众说，变成伊迄边伊提袂出，所以两边煞我都煞伫即个讲，伊提袂出物件，啊，佮要求遮个钱，所以两边只啊卡袂行。啊，对阮的边个是讲，因为你提袂出证据，你其实诉讼的时阵，变成你诉讼袂出来物件，所以即个部分我哋佮继续佮含家属佮含酒商遮做协调。呀，听者，即个部分哦，咱请咱民政局吼，你重视啦吼，啊，你积极吼帮咱民众吼，来讨一个公道啦吼。即感谢咱局长啦吼。下面咱就高捷吼，咱高雄捷运要延伸到凤屏头吼，我想是啥物时间、啥物时阵，较会来延伸到林恒啦吼。啊，凤屏头啊，到林恒会使讲厝边隔壁啦吼。这是咱啊立委吼，咱赖瑞龙较早咱市务团队的这个局长吼，伊有向这个交通部吼。争取高捷延伸至凤屏头吼，规划经费吼补助420万吼，表示吼这个啊这个案诶真紧就会当来这个开发来处理啦吼。我想咱林恒一直是希望讲诶这个捷运会当来到咱林恒吼。啊，你讲捷运伫大寮要延伸去到林恒吼，这条路线。可能摊开费用会较悬，啊，咱然后即摆来讲，有一个机会进来到凤屏头，当然咱延伸来到凤屏头，是要带动咱啊，即、這个地方的即观光产业，吼、哦，即真好，咱很乐意见到这种情况啦吼。但是就是讲隔壁尔，是不是有可能啊，会当想一个办法，有哪为凤屏头则延伸来到林恒，安尼吼。哦安尼，即个经费会比较少，是毋是咱啊，请咱的即、這个啊，捷运公司，咱迄个捷运局吼，啊，针对着即个部分吼、哦，来做简单的即个说明啊。请说明。感谢局长，感谢黄议员哦，甲黄议员报告吼、哦。咱迄个小港林恒这条线吼、哦，咱已经纳入咱的迄个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的整体路网内底啊。啊，所以这条未来要做，一定是为小港到林恒啊，因为是小港经过凤屏头，到凤屏头了吼，咱啊经过林恒家吼。那咱这条这条安尼有连接无？有啊有啊，伊规条是接到迄、那个接到林恒。这条就是接到凤屏头以后会接到林恒嘛？对对对。哦。啊，今麦问题吼，今麦问题出自讲，因为咱这条咱初步估计经费要142亿、嗯，啊，所以咱爱需要中央的补助，啊，不过中央的补助里底有规定吼，等于讲自偿率。咱这条线的自偿率吼，一定要达到15%以上，伊才会补助53%。啊，咱这目前这条线的自偿率无够，啊，所以咱这届嘛，真感谢咱赖瑞龙、赖立伟吼，赖立伟已经帮咱争取480万来底吼，主要是先期规划，就是讲免去提升伊的自偿率，因为自偿率若无提升，其实咱这条无法当做吼，啊，中央嘛无可能补助。啊，所以咱即马这段要做的，就是讲迄个自偿率要哪去个提升。所以，阮针对迄个赖立伟到三江吼，阮会针对遮吼，啊，要哪去提升伊的自偿率，和这条线吼会当去达成。啊，目前阮做遮的努力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咱局长吼。啊，咱这条较近啊吼，较近就是小港，迄个来到凤屏头，去到未来会到林恒啦吼。好、哦，这个路段，咱你们人真欢喜吼，真欢喜听到这款的这个消息啦吼。我想咱啊，近期来经费遐尼济，有可能要近期来做较无法度啦吼。但是咱是希望讲吼，咱市长吼，我想捷运到林恒吼，真济你们人的愿望啦吼。啊，我想咱短短期间吼，咱会当争取尽量争取。但是我是希望讲，咱市长未来若有机会吼、哦，去做行政院院长的时阵吼，帮阮注意林恒这地啦吼，这个捷运来到林恒啦吼，因为目前依然啊，市政府的这个财力可能无法度，爱去靠中央的这个补助啦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咱市长担任咱高雄市的市长，啊了后哦，以后有机会会当去做行政院院长的时阵，哦，迄阵你都有啊，这个佫较有能力。啊，会当来为人民啊，这个捷运吼，啊来打拼吼，甚至部分吼，请咱陈市长吼，做简单的这个说明一下，谢谢。请市长说明。谢谢。
多谢议长，多谢黄议员吼。这个问题，黄议员一直都真关心啦。啊，高雄市政府也一直在努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对林恒这个所在吼，关系合并甲他林恒大了吼，各市政府投入的经费差不多132亿以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足济足济，啊，当然，捷运这个经费是足庞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捷运或者是用轻轨等等，啊，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跟中央持续在争取。不过我好黄言吼，都、哦就是和咱临潼的乡亲知啊，从过去的八冬，咱的高雄捷运要伫罗德，要伫桥仔头、公山、沿甲罗德八冬来，吼、哦。差不多怎啊？伫迄个公山吼，啊个沿个公山火车头吼，怎啊一站俩啊？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弃。那我们希望未来到底我们咱的交通政策是安怎？公共运输是不是新的政府要推啥？啊，政府要安怎伫这个部分来做经费上安怎大力给咱补助？沿途要哪开发？等等、哦、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，那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跟交通部、哦、我们黄国才黄局长过去交通局的局长，他现在也到中央的交通部，我相信他真了解高雄的问题、啊、我相信我们跟交通会继续舒适很顺利、啊、所以黄议员包括你们人的愿望高雄交通的建设丁丁，我们会持续认真努力，谢谢。感谢咱市长吼，我想啊、不管是大寮延伸去到临潼啦，还是咱红皮头延伸到临潼吼，我想对着咱大寮临潼啊，这个小港整个这个生活圈吼，而且带动拢真有帮忙啦吼。我是希望讲市长啊、有迄个心啦吼，未来啊有机会吼，真的对这个啊。捷运吼到临潼吼，这个工课吼，啊个拜托咱啊到注意啦吼，即只啊感谢咱财务团队吼，我咨询到这，感谢啊，感谢议长。谢谢黄议员的咨询、嗯，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，下午3点继续开会。